跑，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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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样接下这部剧的呀？伊能静姐姐跟浩哥推荐了我，然后浩哥那边把我推荐给了剧方，所以剧方那边找到我，喜欢做有难度的事情，希望说与我本人做出来一个最大力的一个反差。我真的是在迫切的希望能够快速的成长。第一部剧就要演一个这种现实题材，然后这种就大家对，而且第一个角色挑战的就是一个妻子，是一个很散发着温柔的光芒的女生。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温柔，因为我的性格就是那种很跳脱，然后坐也坐不住。游戏可以，那反差也太大了。我是体验派的，所以心情还蛮压抑的那段时间。导演他对我的印象就是很文静，很乖，所以他就觉得我跟董帆的话是比较接近的。我当时，好吧，导演，我不告诉你了。等到杀青的那一天，擦了眼，不行，你怎么这个样子？我好像跟导演，我是这个样子的人。有人说就是爱豆怎么演戏，就评论里说他其实是说半遍，我去演戏没有什么厉害，我一个学话剧的，我能做唱跳才厉害好吧。就是怎么转的，我小的时候就知道我要当演员了，然后我就一直朝这个努力。当时是毕业了，然后来到北京的话发现屡屡碰壁，然后谁也不认识，你想面上一个戏的话非常难，跑了100个组，见了100个老师，递了100份简历，说了100句不好意思。那个时候的话有一档节目找到我，然后他包吃包住，然后不用出房租，哎，挺好的，那就去吧。没想到还稍微的走到最后了。刚回北京的时候，经理这个节目就找我了，就莫名其妙的大家就出道了。我的人生太戏剧性了，我说了一句话说，上帝作为我的编剧，但是他没有考虑到作为主演的我的心情。挺好哎，苏琪老师会不会很有压力？这个不，我太有压力。我还跟浩哥演夫妻呢，我见他第一眼，手往哪里放的？我想，老师好。别这样。但有一个好处就是，这几位老师都是很好的人。这个组的话是一个创作氛围特别好的一个组。我们印象中的他还是那种一起去爬山啊，爬山。他很好玩的，对专业什么要求很严格，但是他其实是一个有趣的灵魂。有教他一些比如说你的歌啊什么之类的哦，我有强迫他听完我所有的歌。他在后来说，我说浩哥你看，我这首歌是我自己写的，好听吗？好听好听好听，你看歌词啊，你看呀。花钱开会员下载。开了啊，开了。知道自己有一个内娱六边形女战士这个称号吗？我脸疯。后来才知道，哦好酷，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能行。但是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优势是我认真。抖音单眼皮女生再次翻火了，让我看一下。大错特错，不要来侮辱我的美，我不是你的骚味的，天天缠着我啊，这不是既可以曾经名场面啊。当时那个场面可以给我们再现一下，401票的名场面。说话就很嚣张，或者要更漂亮，或者不一样，我就不够美，傻子贵，用你的审美来要求我做出改变。美的定义没有应该的胖，超乎清爽，你生来精彩独特，心海 ，Love yourself, girl。在家里看那个就是，然后我们都学。情绪转换小挑战，看见喜欢的人在朝你这边打招呼。但是在和你背后的人打，可能会这样，发现是在跟我后面的人。哎，我觉得你这是你会很社死。其实我小的时候，有一辆车，他开着，他车窗是摇下来的，我以为白色的车是我爸爸，我追着他跑，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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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看见了车牌不是，但是所有人都看着我，继续跑，爸爸爸爸爸爸。跑了1公里吧，突然发现有一堆爱吃的东西在桌上，拿起来就吃了。现在发现都只有包装盒。谁呢？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吗？没有。如果说有一天丧尸危机了，我家里面囤的零食够我吃2年。哇，真的啊？我想过把那个零食藏了一部分在那个厕所的那个水槽的那个柜子底下。我的妈呀，你这个太……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谢可寅走过的地方寸草不生，很多人印象就觉得你好像是饭量很大的那种，知道吗？哎呀，我是，但是其实我在出社会以前，我并不知道我是饭量大，因为我身边的朋友们都吃得多。我跟你
吃饭都可开心了，出社会了才遇见我人生中第一个小鸟胃的朋友，我惊呆了。看内的话，有没有可以和你饭量一拼的那种？虞书欣其实还行，他也算是矮子里拔大个吧。哦，所以你是不是也没有考虑过，比如说减肥什么这种？我有控制的，我会运动，我吃宵夜。啥时候吃宵夜？宵夜。我粉丝想要问你一下，迈不动腿，然后又控制不住嘴，然后有什么办法？你该呀。管住嘴和迈开腿，你总得占一个吧？你印象之中比较火的抖音梗，你知道的是什么呢？韩美娟，你的报应就是我。吃饭的人找到了。哇，好棒！这得有两年了吧？也很火的一个 rap， My Place。一番练习。今夜请留在 My Place。就是那个幸运的香水，我是不管怎么样。再来。说起你那个神用过的香水，我是水里放在花瓶，今晚不会枯萎。松身的下，滋润你的滋味，直到开放你的能力，天堂才是结尾。草莓的香味抹在了唇边，乳白色的奶油裹在了上面。My place, your face, baby, please show me a kiss。看到你发的那个绿皮书挑战吗？哇，你的英语口语真的太好了，是怎么练的？我是当时学英语的时候我没有偷懒，可能看电影比较多，听歌比较多。粉丝想要向你取经了，记单词。怎么记怎么记？用脑子记，用脑子记。看一下最近很火的就那个英语的歌了。You should bet on me, like an apple in the 90s. You should bet on me, gonna wanna get behind me like I'm 23. Before Mikey was a Nike, you should bet on me.